哎呀，你看你今天气色真不错哈，白里透红，红里透粉的，把欠别人钱都还清了，心里就轻松，所以气色就好了。是，我也是这个意思。你们这是干什么去啊？出去溜达呀？你呢？你去哪儿啊？我还用问吗？你说我来这院能干什么啊？这不明摆着就是来看你跟孩子的。看我和孩子啊？啊？ 是不是小贝贝看你来了？哦，那既然这样，咱就回家吧。不管怎么说，大嫂也很少到我家来。是啊，咱们是一家人，以后得多走动走动，是不是？要不中午一起吃个饭？好，好，好，那我就不客气了。正好你跟老三好长时间没吃我的手艺了，大嫂给你们好好做。嗯，是不是小贝贝？嗯，是不是啊？ 您这酒终于醒了，这都大中午的了，你怎么也不叫我？我想叫你呀，但是我怕打扰您这人生第一次啊。什么意思啊？什么意思啊？你看呢？你人生第一次喝酒嘛，之后呢又出现了您的人生第一次喝醉了。 你从昨晚上12点睡到今儿中午12点，这也算您人生第一次了。我真的是喝醉了。想不起来了吧？嗯，我确实喝多了。您喝到那叫一个嗨呀！您在小区里都要飞了都。要飞？啊！你还做了一特优美的姿势，你要飞哪去？啊？我说了吗？ 我就知道你不会承认，少装糊涂啊！我又不是鸟，我为什么要飞呀？我哪知道啊！你想飞，想飞，就飞。哟，老三回来了。老总，干嘛呀？还买这么多饮料？你看，主要你也不常来，咱们啊不喝酒就喝点饮料。好，好，好，楚青啊。 孩子呢？啊，睡着了，睡了。来来来，咱们坐下吃。哎，来来来来，楚青，哎呦喂，来来来来，楚青啊，这个虾啊，你要多吃，补钙呀。最近咱们家事儿太多了，真的，一起又一起。你还要带孩子，真的挺辛苦的哈。不过现在好了呀，全了了。嗯，我就觉得。 真的，咱们这家人吧，真挺不容易的。你们说是不是？大嫂今天感慨怎么这么多呀？我就寻思着，你大嫂这人啊，做了太多的错事儿，真的挺对不住你的。我现在就想哈，只要咱们这一大家人和和气气、团结一致，把事情处理好，真的比什么都强。我这人哈，就是嘴上特招人讨厌。 爱吵架，可是我刀子嘴豆腐心啊！我心里是特别想跟你们好好说的。大嫂今天来找我们，是有事情要谈的吧？哎呦，老三呀，你说你多有福气啊，娶了这么聪明的一个媳妇儿。大嫂，你要是有事儿的话，就直说。我就喜欢楚青这么直来直去。是这么个事儿哈。 我打算把老房子卖了，当然，这老房子本来衣服上就写的归我们嘛哈，可是我一想啊，咱们是一家人啊，所以我就想这事儿得跟你们商量商量。卖老房子，那可是咱爸住了多少年的老房子。哎呀，那个老三，我和你大哥的那些家底儿，你们也是知道的啊，跟你们这是不是他比不了啊？ 前段时间呢，你说给咱爸呢买墓地，然后又替他还钱，我们家的存款真的全花完了。这眼看着小峰呢就要考大学了，所以我想来想去的，就是把老房子卖了。大嫂，我觉得这事儿吧，你应该自己拿主意。
哎，也是啊，我自己的房子我不拿主意，谁拿主意是不是？那就是说，你们都同意我把老房子卖了。你说你张奶奶这两天又回家做饭了？嗯，但是她晚上不住在咱们家，只是白天来干活。那你爷爷是不是每天都特别高兴啊？对呀。你爸爸呢？这我看不出来。你平时不是最喜欢观察人吗？这怎么又看不出来了？我爸爸有时候高兴，有时候不高兴。那他有没有和你不认识的阿姨在一起啊？没有。妈妈，你是不是怀疑爸爸？小孩子懂什么？别胡说啊！妈妈，你到底什么时候回来呀？我最近很忙，再说吧。我知道，只要张奶奶在咱们家，你就工作忙。哪儿都有你。嫂今天唱的什么戏呀、啊？我觉得你今天倒有点反常。我是反常，要不我还能怎么样？大嫂现在不比往日了，现在她有刘云撑腰，两个人对付我一个人，我能对付得过来吗？可是，你不是怀疑遗嘱是假的吗？我到现在还是觉得这份遗嘱是假的，但是。大嫂既然现在要卖房子，就说明二姐肯定知道这事儿。二姐肯定是心软吧？你想想，大嫂这段时间花了不少钱，而且他们家本来就紧张。咱家就不紧张吗？你们一家人都觉得咱俩的收入高，想让咱补贴补贴他们。可是大嫂呢？她这房子一卖就是几十万呀。哎呀，我还是觉得这事儿有点不对劲儿。你说，就算大嫂家里紧张，那二姐能让她卖这个房子？我看这事啊，没准。遇上你是我的缘，亲爱的，亲爱的，亲爱的。当自己谁呀、啊，妈咪呢？啊，你别把鱼给撑死了。咱这不是快有钱了吗？这什么钱啊？哪来钱呢？把老房子卖了不就有钱了？什么？你把老房子给卖了？啊，咱家本来就没什么钱，是不是？这又给你爸买墓地，然后又给你爸还钱，哼，那点钱也折腾得差不多了。你想，这小峰马上就要考大学了，不卖老房子，咱们拿什么供他上学呀、啊？你总不能让我去卖血吧？咱们家不是还有好几万吗？文爷，你怎么也惦记这个钱呢？啊，我跟你说啊，这个钱谁？别想动，天王老子都别想动。你就想一想，你说万一咱们家要遇上什么急事了怎么办啊？我跟谁借去？是不是？哎呦，行了行了，这事你就别管了。反正买房子的人也快找到了。哎，这事儿刘云知道吗？干嘛让他知道呀？哎，咱们家的大小事情是不是必须都跟他汇报？不是这个意思。他是咱妈呀，他。你站住！干嘛？你说啥？你说啥？大嫂要私底下卖这房子？怎么？你们不知道啊？我还以为你们都知道呢。二姐，这卖房子可不是小事儿。您到底是怎么想的呀？而且这遗嘱是真是假谁都不知道，既然大嫂要卖这个房子，我看遗嘱的事儿还是要弄弄清楚。楚婷，你的怀疑是对的，大嫂手里那个遗嘱就是个假货。文凯，你别胡说啊。假的？哎，你别听你姐夫胡说。阿姨，这到底怎么回事啊？你干什么？给我！王文凯，
这事情还没搞清楚呢，你跟着瞎掺和什么呀？还不清楚？你没听主君说什么？大嫂子要卖房了都。飘，你给我！你不是说我们家的事你不跟着瞎掺和吗？对呀，但我今天必须得掺和，再不掺和这家就散了。家里刚好一点，你还嫌不够乱呢？好什么好？我告诉你，像你这种整天藏着掖着才会乱呢。你看，你看，楚天，你看，这才是真遗嘱，看见没有？这前两天公证处老张送过来的，刘云为了顾你大嫂的面，一直把这真遗嘱压着。我就说嘛，这房子怎么说也不能留给刘晓峰啊。二姐，你这样把遗嘱私自藏起来，我觉得太过分了。我也是刘家的一份子，你凭什么不让我知道真遗嘱啊？绝对不能让大嫂卖房子，这房子是张姨的，如果张姨不要，那这房子也是刘家子女的共同财产，怎么能轮到王爷自己去卖房子呢？是吧，阿姨？自己造了一份假遗嘱，现在居然要明目张胆的卖房子，他这什么呀？他这强盗、小人、无耻！我找。哎，楚青，楚青，楚青，你听我说，咱别着急。这个事儿吧，咱还是可以慢慢的商量的。二姐，商量什么呀？我觉得咱们对大嫂算是仁至义尽了，对她这号人不需要仁慈。哎，楚青，你去把楚青拦回来。我为什么要拦她？纸包不住火的，顺其自然，顺其自然的。刘云呐，我觉得这事儿吧，你得和你张姨商量商量。对呀。我妈说的对，房子谁的呀？张姨的呀。行，我这就去找张姨。哟，刘云来了。顾叔叔，张姨呢？在厨房呢，常来。哎，找我，张姨。家里有点事儿，您现在就得跟我走。哦，什么事儿？家里人们都等着您呢，我在路上再跟您说吧。好，哎，那个老顾，菜好了，哎，一会儿你自己吃啊。好，等我会儿，我去拿个包。哎哎，没什么大事吧？放心吧，顾叔叔，没大事儿。走，哎，走吧。哎，我去了。对，再见，顾叔叔。哎哎，真想不到呀！啊，30万，我存10年，哎呦，这光利息够我养老的了，我这后半辈子可有着落了。哎呀，楚青啊，大嫂，我刚从二姐家回来。你猜我在二姐家看到了什么？宝贝，是不是咱爸去世前留下什么宝贝了？确实是个宝贝，至少对于我来说，那就是个宝贝。因为我在二姐家见到了遗嘱，真遗嘱。你这话什么意思呢？你。大嫂心里很清楚呀，楚青，我知道你对我有意见，可是给咱爸还钱的那事早都过去了呀。再说我也拿钱了呀，你也知道我们家可是最困难的呀。大嫂，你误会了。哎呀，我今天来这里的目的呢，是来告诉你，我在二姐家见到真遗嘱，那遗嘱上写着，这老房子属于张姨。不属于你，所以呀，这房子你不能卖。不能卖？谁说不能卖呀？楚青，这真遗嘱和假遗嘱那都是刘云在忽悠你呢，你知道吗？你可不能上他的当。楚青，要不这样，
我把老房子卖了之后呢，我拿出一部分钱来，把你女儿的医疗保险呀、教育保险我都给她上齐了，也算大嫂尽一份心意，怎么样？贿赂我呀？这就说明大嫂心里有鬼。鬼！哎呦，你大嫂心里可没什么鬼，真的，我做人一向堂堂正正的。我大嫂这句话说得好，哎，既然是堂堂正正，那咱们等会儿就去公证处把人叫齐了，一起看一下遗嘱的真面目，大嫂敢不敢去啊？是，没这个必要啊。这大嫂不敢去啊。谁说我不敢去啊？去就去。那就行，大嫂说话要算数。真够狠的。好，你不认也怪我，别怪我不义了啊。是这样的，老刘在去世前半年确实在我这儿公证过一份遗嘱，就我手里的这一份。老张，你可是国家工作人员啊，可别受坏人的利用。这是公证处，你别满嘴跑火车。大嫂，你别威胁老张啊，人家可是国家工作人员。对，我是国家工作人员，我愿意为我所说的每一句话负法律责任。前段时间我看见你们家张迪从老房子里面搬出来，我就拿着这份遗嘱去找了刘云，可人家刘云认为这到底是大家一家人的事儿，就把他压下来了，没有声张。我没发神经，我也没有胡说。我跟你说呀，他就是个托，你知道吧？胡说八道！我没胡说，是刘云在胡说。大嫂，我胡说什么？行了，你别再装了啊！他们不清楚你，我清楚。你的那点小九九，我全知道。同志们，哎，我刚才说到哪儿了？对。托，我刚才说的托的这个问题啊，什么是托呢？简单的说吧，就是楚清过满月酒孩子这事儿，你们都知道吧？啊，那排场搞得大吧，嗯，彩礼金收得多吧，可是彩礼金都到哪儿去了呢？都到刘云那儿去了。你们也动动脑子想一想，是不是？就我啊，你说我这么抠门的人，我怎么可能拿出5000块钱呢呀？不可能嘛。还有张姨这么没钱的老太太，那都能拉出2000来呀。钱从哪来呢？这羊毛出在羊身上。那个话什么，对，放长线钓大鱼，他就只有一个目的，那就是想让楚清的娘家人多出血。我说了这么多，听明白了吧？你们都，我实在受不了，你给我回家。什么呀你？别丢人现眼！我话还没说呢，你想堵我的嘴呀你？大嫂，你别诬赖二姐了，这事情我和二姐商量好了。刘范，你再给我说一遍。你们不准诬赖二姐，这是我的主意，我跟二姐商量好了。哟呵，那老三，你还想替你二姐说话呀？啊，这么高超的这个妙计，怎么可能是你想出来的呢？我实话告诉你吧，啊，是你二姐找的我，我们俩一起商量的。她是主犯。我撑死了也就是个从犯。老张，我说了这么多你还不承认呀？啊，你跟我们大家伙说说，你到底拿了他多少好处费？哎，行了，别跟那演了。老张去我们家我可以作证，我妈也可以作证。你和你妈那都是托，你们穿一条裤子的。你们就什么？我可以发誓。行，发什么誓啊？你的誓谁相信啊？你大嫂，你别扯远了，你呀，先把你手里那份遗嘱拿出来，然后和这份遗嘱一起去公安局做笔迹鉴定。必须得做。哦，对了，我记得以前大嫂说过，说你的遗嘱丢了。既然你的遗嘱丢了，那就以老张手里的这份遗嘱为准。这法律上有规定，如果没有其他的遗嘱，就以我手里头公证的这份为准。丢？谁说丢了？我找出来了，我又。给，真的假的拿回去好好鉴定鉴定啊。谁怕谁呀？菜都凉了。妈，我哥和我嫂子怎么还不回来啊？这都几点了？
俩人不会在外面吵起来了吧？哎呀，你这张嘴呀，能不能说点好听的？我这不是担心他们吗？这也不是不可能。就我嫂子家他们那大嫂，那就是一个臭无赖。我要是她老公啊，我早就……文凯呀，怎么样了？哎，还不知道呢。好戏明儿才开始上演。什么好戏？小王，哎，贝贝喝完水后，你就哄他睡觉啊。嗯，好，知道了。淑清，吃饭了。你的胃口倒不错，我可吃不下。你又怎么了？哎，你说，到底是你大嫂在骗咱们呢，还是二姐在骗咱们？你现在操什么心？明天不就知道了吗？我怎么觉得这日子过得越来越复杂了呢？刘凡，你说你们家也不是什么大户人家，老人去世了也不会留下多少珠宝财产，哎，我就弄不明白了，不就是一套破房子吗？值得大家兴师动众的，你不觉得像在演戏吗？朱倩，是你非得弄清楚遗嘱是真是假的。我怎么知道会有那么复杂呢？我感觉二姐手里遗嘱是真的，如果二姐手里的遗嘱是真的，那这老房子就属于张姨。那如果张姨出嫁后，这老房子怎么办？怎么办？卖了呗。那卖的钱呢？当然归张姨了。你这什么脑子呀？我觉得吧，如果老房子归给张姨，那张姨肯定会把卖的钱留给二姐。这个说不定。凭什么都留给二姐啊？为什么这老房子又从大嫂的手里转移到二姐的手里了呢？楚倩，我说你这是怎么了？这房子和咱们一点关系都没有，咱们充其量只知道整个事情的真相。你别老想着钱，别老想房子，来，赶紧吃饭。遗嘱是真的还是假的？你什么意思呀？你就相信刘云的话是不是？我现在就想把这个事情搞清楚。哎，你还不清楚呢？我不清楚，但是你心里清楚啊。你这笔钱是你是不是不想要啊？啊，你怎么那么傻呢？我说这不是钱不钱的事儿，懂吗？我想知道这个遗嘱是真的还是假的，这比什么都重要。你告诉我，你说实话。这就是实话，我跟你说啊，刘毅，这件事情你不许掺和。妈妈，吃饭了。你们吃吧，妈妈不饿。爸爸，妈妈不饿，不想吃饭。啊，您干嘛减肥啊？我有点累了，想睡会儿觉。你们吃吧。担心你大嫂子吧？我告诉你，她这是罪有应得，别想了，吃饭吧。嫂子，你的这份遗嘱是真的，这份是假的。张宇，刘云，我知道我窝囊。今天才觉得娶这个老婆给你们丢人了，给家人丢脸了。
惹多大麻烦了，张姨，我得跟您说声对不起。哎呀，这个事儿闹到今天这个地步，都怪我当初没有处理好，让您受了那么大的委屈。不怪你。其实，这房子你爸爸跟我有过交代。可王爷拿出那份遗嘱，我想房子留给小峰没有错，我就什么都不说了。谢谢你，张姨。我多希望这个家所有的人都能像您这样，能够互相体谅，大家能够和和顺顺的在一起，心平气和的解决问题。是啊，我也没想到事情会到这个地步。今天你大嫂太没面子了，他们会不会出什么事啊？张姨，您别担心，没事的。您去洗把脸吧，都累一天了，我帮着收拾收拾。你也来吧啊。谁是王八蛋？你不喜欢钱吗？啊，这房子钱都给你，行吧？都给你，都给你，家里的东西都给你。你记住，明天早上八点，民政局门口见。你打算怎么办呢？我想先把出租屋退了，反正老房子现在还没拆呢，我先住着。这样也好。今天他大嫂挺可怜的，一句话也说不出来了。哎，他可怜什么呀？要说可怜呢，刘毅才可怜呢。我说呀，这次是给他大嫂一个教训。我真的不算个男人，我对不起刘云和三弟，更对不起我的父母。我要做个大老爷们，我要做个大老爷们儿。这叫过什么球啊！
不丢人吗？出什么事了？我大哥出车祸了。出来了。刘烨。大哥。刘烨。大哥。大夫，您跟我说实话，我老公看怎么样到底？这样吧，把你的家属给我都搬过去了。啊。来。妈，你们才过来呀、啊？我先去医院看。还得你照顾着啊！哎呦，你大哥被撞成什么样了呀？哎，我也不清楚。刘帆说他做了椰的手术，这刚从急救室里出来呢。走了啊！有事打电话啊！不可能，真的，我要去找刘烨，我要跟他道歉。我说我错了，我真的，我要跟他道歉。我不该修改遗嘱，真的，我不该霸占房子，让我干什么都行。刘烨怎么办啊？只要大哥还有一口气在，咱们就给他治。你们抓紧给病人办住院手续吧。你们都是在骗我的，真的，我知道你们都在骗我的，是吧？你说他昨天他都好好的，他怎么就成了植物人呢？刘烨，你说植物人？大哥是？哎呦！你别跟着我。你什么态度？关心你也有错呀。要不是你把遗嘱的事告诉楚青，这事情会闹这么大吗？我大哥会成现在这个样子吗？哦，那您的意思就是说，这真遗嘱就见不了天日，就非得藏着掖着了。藏着掖着怎么了？会出人命吗？现在倒好，我大哥都不知道能醒得过来醒不过来。你的心情我理解，但这事儿从根儿上说，你说怪谁？怪你大嫂。从一开始就是你大嫂种下的蛊蓜，连累一家人，对不对？二姐呢？回家拿钱了。那咱们呢？需要拿出多少钱呀？咱家还有多少钱？上次收的礼金还剩下一万多吧？都拿过来吧。对了，赶紧问你大哥要钱，把咱家存款都拿过来吧。都取出来？那咱们日子怎么过呀？楚青，你怎么到现在还想到你自己？你难道就一点都不愧疚吗？你怪我？是你非得弄清楚什么狗屁遗嘱。大哥家里穷，老房子给他了又能怎么样？哎，你是不是有毛病啊？是大嫂自己要上给的遗嘱，并且我怎么知道大哥会出意外啊？这一切都是他自己造成的，是自作自受，跟我有什么关系？对，就你没错。你是非不分，你应该骂的人是你大嫂。你还嫌我们家不够乱是不是？大哥现在变成这样，都是你给惹出来的祸。我惹出来的？你非要把罪名安在我的身上吗？刘帆，你就那么想着你们刘家？那是我呢，我就那么不重要吗？好，我现在不想跟你吵架，你赶紧回去取钱。
哟，这您什么都别问。不是，我是想说呀，还咱们家还有多少钱呀？六万，取出来吧。你怎么不说话？把钱都取出来，给你大哥当医疗费。啊，那我妈王可怎么办？你每个月不是还有工资吗？我店里也有收入，生活又不是不能维持。然后呢？给大哥治病。那要治不好呢？你怎么知道治不好啊？行行，我懒得跟你解释啊。我事先声明好，拿钱可以，咱就出两万，余下的四万不能动。你见死不救。对，我就是见死不救。你要觉得我是一个无情无义的人，随便你怎么样啊，反正这日子我也过够了，对不对？我就是一普通男人，没你那么高尚，你那么高尚我也理解不了，没法跟你默契。嫂来了。刘云，我今天到你们家来呢，就是想表个态。你大哥现在呢，能不能醒过来就靠你了。我是已经把家里的钱全送到医院了，如果再不够花，那我就只能到你这儿去了。大嫂，行行行，我知道你肯定会说啊，我们家没钱。行，你们家要是没钱，那我就把你大哥从医院接回家，能治得活就治，治不活呢，那就他的命了。反正我就这么决定的。大嫂，这什么意思啊？啊！这不是逼咱们吗？你说，万一咱们家谁要有个病有个灾的，这可怎么办呢？你说呀，自从你爸去世之后，你们家这事儿啊，就一个事儿接着一个事儿。文凯可不是铁打的啊，一家子人等着用钱，你要这么做，那你就是不负责任。这事怪我。怎么怪你呢？那老房子我要是不要了，就不会出这个事儿。这老房子就是不要，这事也会出来，纸包不住火。我说你就别操心了，有刘云呢。刘云不是神仙，他不能什么事儿都扛着。还有顾刚呢，顾刚帮着他点。我想去医院看看，不知道伤得怎么样了。行，我陪你去。不用，我自己去。晚饭我回来做，误不了啊。哎，我你就不用操心了。
来干嘛？这是上次孩子满月酒，剩下的所有现金都在这儿了，我现在交给你。回家之后，我又带着孩子回我妈家，你自己好保重吧。楚清，你走啊。怎么了？他家里有事，他妈先让他回去。再说了，大哥这里需要人照顾，该帮不上忙就让他先回娘家了。你大哥撞得怎么样啊？他现在在哪个病房？大哥肯定要成植物人。